好的，这里是罗王。今天的话，其实大家发现这个相机一直很抖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我的这个架子呀，它断了。我们看，它断了，怎么聚焦不了？它这个地方断掉了，所以我可能接下来的几期视频只能用手持了。然后，这个小豹纹现在最新状态还是不错的，然后这个红眼书啊，依然没有开齿，那么今天是看什么？今天是看斗鱼啊，斗鱼实况，斗鱼直播啊，来来来，现在我们开始斗鱼直播。为什么要斗鱼直播呢？之前其实我斗过一次斗鱼，但是当时不怎么清晰啊。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清晰版的斗鱼直播，但是很可惜是手持版的，所以我们来看看后效果是怎样的。我们现在把这个水屏障打开，两只斗鱼到了一起，并没有发现对方。哎，我们知道这斗鱼啊是很好斗的，但是好斗并不是很残忍的那种。哦，他们没在斗，我们先看看隔壁的小家伙就在看着自己的屎，不知道要说些什么。那是屎啊！啊，别去搞屎啊！哎，你们斗一斗噻。是我非得放点食物你们才能斗是吧？怎么跟甲虫一个作风啊？我现在又到了当年单手做活动的时期哦，开始了。骨塞，呜、哦，鲜艳。咦，像我骨塞干嘛？骨塞，漂亮。啊，把羽翼都展开了，鳍展得很鲜艳。依然要呼吸啊，不要忘了呼吸。咦，老子的领地，你别动！哎哎，你要干什么？哎哎，他的腮鼓得很大呀。呼吸，咦，又出现了这个状态，这两只在一起鼓来鼓去。不过我觉得斗鱼，你看像斗鱼这样直，这样不是直播，它斗鱼之间这样斗啊。小家伙，你也想看啊？他也在看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看得入迷，豹纹手工表示吃瓜，哎呦，凶了！我刚刚估计是立了个 flag，还说他们很，还是不是武斗？哎呦呦，凶了，够凶，可以的。诶。哎呦，他在吃哦！哎呀，这把他鳍给吃掉了一点，哎呀，好残忍，好残忍！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我觉得这只 OK，我觉得应该已经能分出胜负了。这只蓝的不行，这只蓝的不行。好，这只蓝的已经没有斗志了，这只蓝的已经，这只蓝的反击了，哦，这只蓝的在反击，哇，天呐！天呐！天呐！这蓝的把他的一根须吃掉了，哇塞！你不要看得这么入迷好不好？哇！哇哇还来还来还来！我不要吃了不要吃了！我靠我靠我靠！嘴咬嘴接吻了！
你们两个都是雄性啊！你们为什么要接吻？你们为什么要接吻啊？哇，我感觉太拼了，太拼了，太拼了！天呐，你们还有力气吗？天呐，天呐，这是死斗啊，这会死吧？害怕呀！天呐，他们在通过嘴咬嘴的方式进行搏斗。哇！这目前来看，天呐，哇！讲真，我从来没有看过斗鱼真的打得这么凶。哇塞！哦，这要怎么样才能分出胜负？这看来非得拼个你死我活啊！这是死斗啊！小家伙，你还想看吗？已经趴下来了。哎，你们不要呼吸吗？天呐，他们不要呼吸吗？他们不要呼吸吗？我去，哇塞！哎，不呼吸啦！这要怎样能分出胜负啊？哇塞，真够！虽然精彩是精彩，但是，哇塞，有点子凶残，我才真不知道这个斗鱼真能斗成这个样子，真够凶残，真是够凶残啊，真够拼啊，怪不得叫斗鱼，为什么叫 Beta？我现在终于知道了，真的不只是文斗，不只是骨塞，这在拼命。这真是在拼命！哦，好了，抱歉，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，不要打架，不要打架，不要打架！哇，又死掉了，不要打了。哦，shit，不要打了，算了。哇，真是，哎，能活吧？天呐！能活不？掉了好多血。我觉得以后还是，哇塞，还想打，还想打，估计是痛，估计是痛了。这撕掉了好多根旗，还想打，你很凶残哦，都好凶残。这个应该是，那是副旗吧？应该是一根副旗，基本都断掉了。基本没有副旗了，这只蓝色的，这只红的话副旗倒还有，但是可以看得出来，它这个身体有很多根，那个尾巴上啊有一根也是烂掉了。这只蓝的更弱一点，这个蓝的看的尾巴都已经都是皱掉了。好，来，缓冲一下体力。吃东西，吃东西。都吃啊，吃东西，吃东西。哎，太凶残了！哇，这斗鱼还真能斗得这么猛，我这是真的是第一次知道。怪不得叫斗鱼，小家伙，怀疑人生是吧？你是不是在怀疑人生？吃点东西啊！红眼树蛙嘞？红眼树蛙跑哪去了？哇，跑这么高！这单手拍视频还是很累，我过段时间再去买吧，肯定要买的。这边好像好贵啊。好贵的样子，像好像是7刀、9刀、10刀一个。红眼树蛙，嗯，加 ES，每天拍一下红眼树蛙，
这个对生命有好处。好的，那小家伙的话就，小家伙的盖子也盖上吧。这边的话盖子也盖上。哇，今天真是凶残，这真是凶残，凶残的可以，可以，真是可以，真够可以。啊，关于这个，哇，他已经保持这个姿势一天了。关于幽灵螳螂哈，那个我后期估计还是会入其他的螳螂，不止幽灵螳螂一只，因为我主业还是养螳螂为主，一只这样的幽灵螳螂不能满足我。这小家伙颜色还没有展现出来，主要是没蜕皮，我等它蜕皮了以后吧，等它蜕皮了以后后期会很好看，这前期都是酝酿阶段，就跟蝴蝶在毛毛虫阶段一样。哇，今天这两只斗鱼也太拼了。好，那今天先这样吧，今天先这样。哇，真是那好的，那下期的话我继续会放一些饲养的实况以及一些这种奇怪的斗争，呵呵。并且的话，关于那个逃亡同盟现在已经定了啊，逃亡同盟和少年复仇者两本漫画书，我会进行一个这个解析，然后我需要招一些就是 CV 吧，相当于 CV， 因为解析的过程肯定还包括了一些人物对话，全都我自己配的话人物太多可能会造成大家混乱，同时的话也会感觉怪怪的，一个男生给女生配音所以说我现在开始在网上招 CV 那如果说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加我一下我的 QQ 号，或者是直接在 B 站的我的那个主页上面就给我私信来聊一些具体的，不需要很专业，有兴趣就行，事情也不是很多，不是非压力不会有压力的就是配点话，手机录就行，不需要专业设备。